的成功收益可观。观众朋友晚上好，今天是2013年9月26号星期四，农历8月22，欢迎收看游戏新闻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今天早上由三明北开往福州的首趟动车开进游戏火车站，这标志着我县正式驶入了动车时代。现在是早上的9点53分，从三明北开往福州的第6541次动车首次到达了游戏站，这标志着游戏人民的百年铁路梦由理想实现了现实。从此游戏人民告别了手无寸铁的历史，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动车时代。动车缓缓停靠站台后，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，上百名旅客有序上下动车。来自三明的乘客小王早早就在网上预订了车票，感受首趟动车之旅。首趟，所以是特地来感受一下，因为以前的话只有到福州啊厦门才有机会坐动车，现在动车也来到我们三明了，这是一次飞跃吧。来自沙县的陈先生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我经常从三明到这个游戏嘛，然后三明到游戏平常的话要2个小时，今天坐动车过来才17分钟，比以前快多了。今天你知道你乘的是那个首趟吗？知道，我就是特意赶这个首趟的，赶这个首发仪式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不错，感觉速度偏平稳的。据了解，昌福铁路全线共设22个客运作业站点，其中有12个客运站，分别为南昌西、抚州、南城、南丰、建宁县北、泰宁、江乐、三明北、游溪、永泰、福州。每天正常停靠游溪站的动车有12趟，节假日将增加3趟。今天9月26号啊，厦门铁路正式通车，首发的话是10趟，在我们游溪火车站有办理客运业务的有10趟，动车组，预计今天发送旅客人数450人左右。昌福铁路在今天顺利。